知道啊，这谦儿哥在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相声演员应该是一个杂家，应该比较薄嘛。他未见得多渊，咱们说渊博嘛，是两个概念。他一定要博，他知道的点要多，最起码，搞这个行业的人一听哦。这个演员还没说外行话，对，这样就基本上够。对，所以前段时间有一朋友给我一本书，谦儿哥的那本书，哦，就是专门写各种玩儿啊，对，哇，真是什么都有啊，杂项。对对，您是生活当中也喜欢啊，就啊，不是也喜欢，是只喜欢，真是喜欢啊，涉猎特别广。听说还是一个什么北京摇滚协会副会长，北京摇滚协会，没听说过这协会啊？北京摇滚协会，他是。北京市文联下属的一个北京市摇滚分会，然后现在升级成为摇滚协会，真的有点，真的有，真有哈。那我入会，我能入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入了进去。既然你有这样个想法的话，那我们就义子。您应该也特别喜欢了。我就是因为喜欢，然后呢，跟这圈里的很多朋友都交往很深。我在台上呢，有时候还唱几句。对，真的假？来吧，那就。都到这点儿了，哎，音乐。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哇哦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。我不敢抬头看着你，脸庞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？要去向何方？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历经气象是给我哦怎样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哇，就差了几句。就这种劲儿 啊，走了会到老地方，就那劲儿，这演出的哈，老炮啊，这是很厉害，很厉害啊！以后你们这德云社就结束的时候，你就来这个得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！这范儿多不一样。以后就摇滚结尾，让岳老先摇一个，再摇一个，再滚一个，我真全味啊！很好，很好，这个特别好啊！